Ubisoft 公司表示，他们将代理日本知名游戏制作人水口哲也所开发的最新音乐益智游戏《伊甸之子》，而这款游戏不但有独特的声光效果表现，还将对应体感玩法，玩家能使用 Xbox 360的体感摄影机或是 PS3 的体感控制器，从一个最原始的单细胞开始，透过音乐与节拍吞食能源，慢慢成长为多细胞、鱼类、两栖类、哺乳类，甚至是进化到人类的轨迹。而因为游戏视觉效果以缤纷的色块、迷幻的线条搭配音乐的律动，有着五彩缤纷的视觉效果，让人觉得很不一样哦。